你们三个就是把球给他之后，去帮他做掩护，让他来攻这个球。跑掉了，跑掉了！打上去。没有没有，起来！注意他的位置啊，不要把他给。不用你打下去没关系，让他下一下。对了，哇哟！本垒这边，两个人挤在一起。我找不到，我到不了。哎呀，别投了，这也掉棒了，蓝队这边。我觉得你们接力。不 OK， 就几乎是每一棒都不 OK。全明星四翁子曼接力重摔滚地，前几连垮，几乎每棒都不 OK。为什么会输？输的感觉是什么？要记住输的感觉，你们才会想要赢。全明星四首次三队互斗，在毽球、标枪、男女混合800公尺大队接力项目，蓝红黄个别拿下一座奖杯。大师兄林志胜则把 MVP 颁给黄队郑敬欣。不过啊，接力赛中蓝队出现掉棒失误，让前姐说出重话。加油！终于交棒给翁子曼，加油！他要追上去了，越来越接近了。我要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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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不到，我到不了。哎呀，别投了，这也掉棒了，蓝队这边。哇，在领先的位置。所以我掉棒必须谁掉谁捡啊，不能到前一棒的前面人去捡。而且要来到了关键的地方。一首歌。好，终于到了您的抢道吹。绿树破大会进入的百米冲刺的最快语，最速女交棒给郑义翔。冲出去了，蓝队其实也没有落后很多。哇，接棒很不顺啊，接了半天，蓝队才把棒子交给男生子贤。这个东西不要再念念了。黄队在那个最速男的带领之下，现在已经把整个距离拉开，交给了郑义翔。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棒，黄队的空准，前面的一马平川毫无阻挡，空准通过终点。现在红队的张家轩也通过终点，蓝队林辉煌通过终点。在田径800公尺混合接力，获胜的是红队。我们第一胜，这种队史第一胜，对不对？刚刚看不到红灯。刚刚在我们那个接棒区，蓝队发生了跌倒问题，然后荣就回头了。脚怎么了？刚好在那时候，可能要接给他的时候，觉得要接到了，可是。刚好是往前的力量已经很多了，所以那时候就扑空，所以就翻了一下，然后就自己也有吓一跳。未来就是等于是我们可以汲取这件事情，然后希望自己大家都可以更加油，然后我们可以相信未来可以培养更好的默契。准备的时候，然后姐姐还慢，但是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已经冲了。我觉得你们接力。不 OK， 就几乎是每一棒都不 OK， 几乎。当然，我觉得现场条件可能跟我们练习有差距，可是看起来就非常不顺。对，非常不顺。我跟他们讲说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输，可是今天全部都是在于接棒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并没有很沉浸在自己的那个比赛的节奏里面，非常的慌乱，所以我是比较有一点严厉告诉他们，我觉得我不是很满意。要记住输的感觉，你们才会想要赢。